打个劫吧，来长剑三红，打把劫啊！ 把大招给他智能施法调一手，咱打的啥呀？鳄鱼中单啊！哎呦，这不难搞了吗？这鳄鱼可难搞了呀！先给他一个手里干，再给他一个手里干。 哎呦我操！哎呦我这鳄鱼，他仿佛是对自己的虚躯不太自信，看着没？ 哎呀，可太难打了。 小崩啊！中路为啥不是凯南呢？ 下路可以，先给他一个手里干，跳弹。 快走！这荣耀行星关呢，可不好野呀，兄弟！哎，死一个，给个男 buff 还，我给你个手里干。 给你个手里干，这鳄鱼指定是上去了。走，去趟下路。 哎呦，我这潘森的虚躯！现在是谁在暗？
哎，哎，哎，哎呦！给你个手里干！哟！这也行，回家了。这把来个布点孩吧，他们家的鳄鱼加上这个蓝枪，我不一定能扛得住这伤害。这把这补刀可不咋地。走，去上路呀！没事，我帮你把这蓝枪杀了。我操！别鳄鱼！变成五角星了，六边形，来个布甲海。这蓝枪怎么有闪现呢？鳄鱼的英雄还是狠的，我感觉。这鳄鱼无论你打中还是打上，都是狠的。哎呀！吃两层塔皮，他们家肯定是有蓝，但我一个人打蓝感觉不太划算。这样吧，我先去蓝查个眼，一会儿蓝枪过来，我们把蓝枪杀了，这样我们就有蓝了。手里干，手里干，这鳄鱼是真能游走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三步两步一回头。
看点信号，看到信号就赶紧走。来，上路把这凯南杀了试试。哎呦，我老鳄鱼，要一打三。干哈呢？你是不当我傻呀？哎呦呦，不会吧，差十滴血，操了，这也能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咋这么下饭呢？哦，我说的嘛，这不是配装方案不对。我少点查克拉，要不然这波我就把他杀了。往哪关灯？给个红来，兄弟。那咱不能白来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能白来了吗？白来一趟这种事儿我可不干哟。这鳄鱼是真他妈的，我给你个手里干。差点儿给送给他了，回家。蓝枪可能会过来给我们一个终极爆弹啊，所以我们赶紧回家，省着被爆弹了。谁 rampage 了？哎，下路我记着打他们家好像挺好打的呢。等个十一级这波，把中路的线儿给他推了。我操！这是，哎呀，不回头好了。我以为我会死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我回头 A 那一手跳弹，怎么杀漏了呢？为啥回头？我想 A 跳弹啊，不回头好了。我怕那小法师一个大给我大死。赶紧拖他们家一手距离，
杀呀，这不杀兄弟们。小法师是真骚啊，算了，给大吧。快恐惧他！你跑啥呀？你挠他我就上了，兄弟。哎，你别跑啊！你刚才恐惧他，俺俩打他呀！你说，你恐惧时间不把这鳄鱼杀了，你还？等他没恐惧了，他跑了。哎，小法师，走下路，把下路这俩给他收拾了。我们家阵容没对面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怎么套了？这是小法师杀了吧。大不了扣，这小法师居然不打我啊。小心鳄鱼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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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技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鳄鱼来了，蓝给他了，不要了，赶紧先来个木印。来，这蓝枪跑的是真他妈的快，我操，真能跑啊这人呐。回家守啊，倒地不掉了吗？他们家怎么人杀不完啊？小心那边龙，谁的呀？我们家龙，行。再见。哎呦我天哪，是真杀不完呢，真的，这一个一个杀呀，我天哪，一直杀。得一直杀一直杀。我们跑完下路跑中路，跑完中路跑上路，跑完上路跑下路，跑完下路得回家。没拿到助攻我很难受。那鳄鱼还没杀呢，还得杀鳄鱼。哎呦呵，这家伙德莱文呢？
无限干架呀。你看着吗？你最起码帮我把德莱文的罩给我打了，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别追了！还是我精神病？哎呀我操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这也能死喽？我是没想到的。你看着没，你得一直杀，就是无限干架。没带凯旋，带凯旋就好了。干完架以后，这俩人跑下楼去了。nice 兄弟们，你看对面没推家了，又有一个，有一个又跑下路去了，看着吗？杀不完对面的人，无限除，感觉跟小兵一样。他们可以无限续航，我一寻思，这蓝枪绝对得搁里头。哎呦，哎呦！你看那蓝枪，这蓝枪回回这闪现跑的老快了，刷刷刷一顿跑，这蓝枪。别的不行，就是跑得快，闪现一阶大，直接比那石头人的位移距离还远，你知道吗？还加灵光披风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接力，接力，接力！阿星，接力，阿星！鳄鱼，鳄鱼，杀鳄鱼，杀德烈文！接大好，戳死他，漂亮！哎，这鳄鱼，鳄鱼快，鳄鱼挡一下，鳄鱼挡一下。无限接力，我不来个剑转劫是真是不行了。还有谁了啊？小法师又活了啊！不行了，快跑啊！又来人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你说你旁边连个人都没有啊，兄弟！
沙漏有点克我，稍微我感觉没有查克拉了呀，这没事，我跟他搁这玩，你们去那边跟他玩，你们去那边，我就在这里。你跑的倒是挺快，打不过呀，打不过不能跟他玩了，快走，我们大招马上好了。凯南应该没多少血，要不然他不能跑。哎呦，这小法师可是挺恶心呐。死光了。谁活了？亚索活了，亚索活了能守住不？我来个那啥吧。啊，好像能守住，没事，能守住，有风墙呢这。来送，哎，可以，找小法师来。这卢仙呢？你给我点他，点他。赶紧死了得了，大龙兄弟们。来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快快快快快，大龙刷了，快！再不打没机会了，快！能吸血吗？快点吸！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把那凯南杀了。哎，三百块！哎，好，打大龙，德莱文放大又接力，一定要挡一下德莱文的大招啊！我不能回了，让队友干上了，我得救救救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鳄鱼活了，鳄鱼活了啊！真激烈呀，我的天哪，有些兄弟啊，我跟你说身体不好，你都跟不上这节奏，我跟你说这老快了，这看着吧就死了，死完以后小龙一环接一环，一环套一环，赶紧打个蓝 buff， 小龙刷了啊，这最好是别打，你知道吧？先把鳄鱼杀了，好，快跑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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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我赶紧来个春哥。好，那我就大你没有关系。追追追，兄弟！有 W 没？蓝枪跑的是真他娘的快，好吸我，兜
给大，好，这边 WEQ 甩住回来，幽梦，我有红 buff 能回血，没有关系。清波线，海南来了，甩手里盖。跑啊！打个蓝，给个蓝，给个蓝，给个蓝。Nice， 回家了。德莱文出了死亡之舞，不好杀呀！这，把这皮鞋给换了。我们现在木抗有了，魔抗没有。这小法师打我，他有点疼。跑的好慢啊，这姐！死了。没用，守不住，拜拜。装逼了，这波居然死掉了，嗨呀，我的天哪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杀凯南！完了，哎呀，这居然打输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家伙，哎呀，不过他俩应该是拆不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马上复活建立装备了，装备了，这一波装备了。我没想到我会死，回头一手凯南给我定那儿了，有点让人难受啊。打嗨了你知道吧，差钱呢，打个蓝去，换个夜印之风啊，夜印之风2900，这个是1120，29001120，好，差1000块钱。别急。别急上啊，别急别急，这波一换二俺们不好打，拿下，可以大龙，我回家，兄弟。出个夜焰之风，我们无敌。
只要解有查克拉，哎，就是这种效果。别往这边扫啊！哎，拿下，赶紧打大龙，打完快跑！德莱文送了，快找到德莱文。好，把德莱文杀了，给队友个人头，我们不要了，我要人头已经没有用了，现在人头对我来说啥也不给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有没有男 buff 给我来一个？这有了。哎呦我操！没事，这波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可以拿下，好像是。你跑什么玩意儿？你把这鳄鱼杀了，你跑啥呀？这鳄鱼就俩人，你们三个人不敢打呀？这个哈跑啊？这别跑啊！这梦魇挠啊！哎，这回再跑呢，但是死了没用了，跑了，点烟了，跑什么玩意儿？越塔费点劲吧，走了，德莱文来了，快跑！亚索先把这杀了，亚索别死啊！好，红有没有？拿个红的，59:66，这啊，59:66，百银大战，兄弟们，百银斩。主要就是怎么的呢，就是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一个死一个。我看你能不能先把这蓝枪，先把这复活甲给他打了。不行，费点劲啊，我们没有那啥。我们没有男 buff， 等我个查克拉吧，等我个蓝，兄弟们。蓝 buff 没有蓝 buff 我秀不起来，我那查克拉都不够用。哎呀，这劫我就得加强一下，加强成什么样呢？就是不用蓝也可以这么狠。那没有蓝 buff， 没有查克拉，没有查克拉，虚虚就不够，虚虚不够就秀不起来。好，来。可以干，先把德莱文杀了，一下，再一放扣，小法师不大，没有意义，大蓝枪，爆炸果实，哎，我马上有大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卢仙死了，但我们家梦魇活了。哎呀，不过这龙魂是对面的了呀。这龙魂不变成对面的了吗？大招呢？我开不出来，他给我烟雾弹了，我咋整啊？龙魂没了呀，这。哎呀，卢仙的伤害好像不太够了。亚索，实现鬼板甲，出点春哥。就好打了。
石像鬼啊，换个春哥，出点春哥。我跟你们说，越到后期啊，你们就出春哥，出的春哥越多，你们家就越狠。你想想吧，两条命呢，给你多少容错率，是不是？春哥别人还得在这等你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卢仙呐、卢仙，先杀这蓝枪吧。打不过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扛一手兵线，看看对面能不能顶着拆。顶着拆了，那没办法。哎，好像他们拆不掉啊，这不行了，打不过了。这波没有蓝 buff， 你知道吧？没有查克拉呀，查克拉可不太够啊。这边卢仙送了一波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把打的比较的尽兴，打了100来个人头。